家人们今天晚一点直播，临时出了个门儿。上吉林来了，家人们。前方红灯。干啥来了？看我们来干啥来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做亲子鉴定。哎呀。如果一会儿直播不能正常的话，我俩就是干仗了啊！干仗了啊！怎么出大事了？这就啊！他妈这孩子领孩子旅游啊，必须要出生证明，出生证明要俩整丢了，还得他妈的，哎呀，鬼搬这玩意儿才能开，闹死了！晚一点直播，一会儿见啊，在吉林市呢。家人们普及一下啊，出生证明真的很重要，没有一定要及时补，因为涉及到孩子考大学，还有那个出国，这个出生证明是必不可少的。